你干嘛呢？这还不明显吗？害怕！合适吗？ 昨天晚上咱们俩什么也没发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麻烦您帮我倒杯水，谢谢您，严先生。好。为了林乔治。 你活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福尔摩斯啊！进来，说吧，都查出什么了？最关键的一环现在在你手上。顾明山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顾明山都和你说了什么？那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什么非要查林乔治的死呢？ 乔治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刘子琴，我已经答应了可以和你结婚，你现在如果还不告诉我，是不是有点不太讲道理了？确实有点，但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一个道德感比较弱的人。有件事情，我得和你说清楚。 我对你没有爱，我也相信，你说和我结婚，也不是为了爱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咱们两个都多大年纪了，谁还没谈过几段恋爱？感情是怎么一回事？ 我们心里不明白吗？你从一开始就恨不得飞快地把我拽进一份感情里面。是，你很优秀，也可以说非常优秀。但是这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，我很难分辨出真假。你说的对，男人。 都很鸡贼，也可以说很愚钝。如果你昨天喝多说的是真话的话，你已经离过一次婚了，怎么还可以这么快的开始一段新的婚姻？教育我是不是显得你特别有成就感呢？显得你特别明白、特通透啊？不是那个意思。你说的这些话都特别的有道理。 但同时，我也发现你是一个一点意思都没有的人。这个婚姻我不要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放弃了，我放弃你。 放弃我们之间的可能性。你说的对，我跟你在一起根本就不是因为爱，爱我自己多的是，我才不稀罕你。但话说到这个地步上，连最后一点男女之间的趣味都没有，这也不是我想要的。你耽误我的事儿了。你这刚被一个离过婚且没有道德感的女人欺骗了吧？好在我既没有骗到你的心，也没有骗到你的身体，对吧？
Thank you.